这个情报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了。我只知道李曼娥很可疑，可别的看不出什么来。还请族长明示。你说李曼娥到了放生后街巷就消失了，那么就不排除有人接应他。如果他是共党，那么接应他的能是什么人？我们就顺着这条线摸下去，肯定会找到大的。但是他们说有可能是看错了。我不这么认为，他们是因为害怕找个借口而已。这么说，我们现在不是收网，而是撒网的时候。你总算是开窍了。那他要去见的那个是什么人？酒糟虫啊，没挨几下就把东西交出来了，肯定不会是共党。哎，可惜被那两个笨蛋给打跑了，要不还可以抓来问问。这种人没有什么更重要的。别急，只要抓住李曼娥这个把柄，这个谜自然就会解了。晚秋啊，你回去吧。嗯。你又干什么去了？吓死我了！你阴森森的，你坐在这儿干什么？说，你们都怎么谈呢？我们怎么谈的？我们谈什么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了。你们最好不要再背着我干出格的事儿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们做的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不都是为了你好啊？想跟你正式谈谈，你看看你，阴阳怪气的。怀秋对你一片真心，你把他当成什么了？你对待自己的亲弟弟都这样，谁还敢跟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你非要给万荣吉当炮灰，我可不陪着。如果临江市守不住那一天，你跟着万荣局跑，你自己去，我宁愿带孩子北上，我也不会跟你去的。玉玲，我的处境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就算是起义，我也要选个好时机吧。我总不能领着我那兵去当战犯吧？战犯，战犯，你怎么就咬住战犯这两个字偏偏不放呢？你打共产党那么卖命，人家给你定为战犯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关键看你现在的表现，如果你立功离起义，将功抵过的话，共产党这种气度是有的，他们跟蒋介石不一样。华言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们大家的想法你也知道，该怎么做，该做什么是你自己的事儿了。
早上好。你去把梁秘书请回来，就说禁闭解除了。另外，给陈怀秋陈长官打个电话，说是我找他。记着，要让他们不声不响的过来，要快。撤。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们两个去办，一定要办得干净利索，一定要在没有人干扰之前办妥，记住。大哥，您是认真的吗？司令，您的意思是？你们俩不是总劝我，不要太固执吗？虽然我现在仍然认为时局和时机都还不是时候，但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我都看到了，你们的建议我不是不考虑，过去处理的不好，现在应该表现了。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记住，能办成就办，万一有人干扰千万不要硬来。我现在不想再得罪任何的魑魅魍魉了。是。如果事情顺利，梁秘书。好，司令。你去给那边讲，就说我前一段的言论是掩人耳目，并不是我的真意，请对方海涵。是，司令。我去办手续，你去联系他们，安排好之后我们再去拿。好。司令，那我们出去了。进去了，大忙人今天回来的早啊。要走啊？这么说，他除了那个菜馆，就没去过别的地方。是。他很生气。据说是又气又急。急好啊，急则生乱，乱则错。什么意思啊，组长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两个要亲自接治李曼国，一定要盯紧了他，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是。那些日子送到库房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您找找吧。要是没有，可就真没有了。这都是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。曹队长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么臭！那个是油墨，抓姓蒋那共匪时候缴获的。哦。看来还真是找不着了。算了吧，别找了，肯定是这爱线道的给我扔了。找不着就找不着。什么样的？回头我再帮你仔细找找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也没什么重要的，就是我从老家带过来的，想留个念想而已了。行了，曹队长，谢谢你了，你的心意我领了啊。哪里哪里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啊。哎，对了，曹队长，既然没找到，就不用再说了，要不然我还得跟你们楚团长生气。啊，就是，没了也就忘了干净了。是，那好，谢谢啊。哎
黄包车。哎，太太，你上哪去？放生街后巷。好嘞，姐姐。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没什么，这也是我们的诚意啊。那你就回去吧，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好，再见。罗主任，喂，我听小马说了好消息。人呢？已经走了吗？说完我就让他走了，免得惹人怀疑。那明天怎么安排啊？他们说先把人送过来，到时候我们在别处安排住处。胡瑞，有人敲后门。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但听起来敲得很急。走，去看看。谁啊？是我，楚太太。小马师傅。楚太太，我们今天不营业。我知道，我找你有事儿。都这么晚了，有事儿您明天再来吧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，快给我开门。可是。好，你等会儿。楚太太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专程来谢谢你的。那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您太客气了。哎，楚太太。伙计们都睡了，您进去不太方便啊。我知道不应该来，尤其是从这里，但是我只是想来看看。你应该知道，在这乱世当中做点事儿不容易。我指的是做生意，做生意是很不容易的。是的。但是不要怕，我们的人很多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您放心，我们打过几次交道，以后都是朋友，相互关照。是啊，是啊。世道乱，生意不好做，你们要小心经营。当然了，我也回来关照你们的。好，再见。哎，我送你。您请。都说什么了？他没说什么要紧的，但是我听得出来，他一定是报春鸟。你记不住我说的话吗？你确定那是云的车辆账号吗？绝对没错。真的？办好了，
没问题了。不过跟他们见面真的是太难了，生怕被人盯上。哎，你那边现在怎么样？手续已经办好了，明天就可以直接去领人了。不过今天去办手续的时候碰见林慕云了，他一直拐弯抹角地问了我半天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起疑了。林参谋长是个死硬派，这事让他看见了就真不好办了。咱们明天早些出发，从后门出去，免得让他看见。司令，您是不是给陈长官发了特赦令？你想特赦什么人？你听谁说的？司令，你就不要骗我了。昨天我看见怀秋去办手续，今天一早我就去查过了，他们拿走了监狱政治犯的档案。您不发特赦令，他们拿那些档案做什么？这件事我自有主张，你就不要管了。司令，这样的事儿您怎么能瞒着我呢？你也太不信任我。这和信任没有关系，你不要误会。司令，这五个政治犯可都是要犯，您怎么能特赦他们呢？这要是让国防部知道，他们怎么看您呢？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只不过是顺应了民众的主张。政治犯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听说他们表现得还不错，放了也就放了。国防部要是查下来再说嘛。好好好。组长，您是要开会了？小雪，你不忙吗？您最近也没安排什么任务给我。哪有啊，最近乱得多，我想先整理出个头绪来才好布置任务。你先好好休息休息，忙你自己的事情。组长，我觉得你好像不太信任我。没有没有，怎么会呢？那您现在有时间吗？我这两个笨蛋把一些文件搞错了，我先跟他们整理一下，回头我找你。给我接南京国防部，我让人24小时盯在那儿，如果有什么异动，一定会马上通知我们的。我们是继续监视，还是现在就抓人？先不急，网里有鱼，看看是大鱼还是小鱼，再抓也不迟。可是，如果现在不抓，我怕夜长梦多，再让他们跑了。你们要看好这张网，如果鱼再跑了，那么放鱼的人就该露面了。喂，毛先生。我知道了，我就派人去，一定把人截住。是，请毛先生放心，这回一定抓陈怀远的陷阱。陈怀远特赦了五个政治犯，现在正派人去林间监狱的路上，叫楚团长马上集合队伍。毛先生连这个都知道，真是厉害。你还哪块去？不是，59、83、75、34号，出来。梁秘书，人都到了。是这五个人没错吧？没错，梁秘书。好。把人带走。哎，梁秘书，咱们到办公室签个字，办个手续吧。好啊，知道了。报告监狱长，宪兵团张处长来电话，让你去接一下。怀秋，你赶快送人走，我来签字。好。人送到什么地方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他们在门外等。好。人已经走了。什么？快给我追回来。报告张组长，他拿着陈司令的官方文件，我也不敢拦，我管不了啊。怀远这个混蛋，
点。梁秘书，出大事了！刚才张弛张组长打电话来，不让人走。陈司令是临江城防司令，他签署的文件还不管用吗？这我知道，可你也知道，张组长是督导组长，是保密局的，你们两边都是临江的横主，就别让我们小小的牢头从中为难。你想让我怎么办？把人给你送回来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把人送回来，你这好人也当不成。把本子给我，我给你签字。梁秘书，这字儿不能签，签不得，签了我就完了。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，人都走了，你再不让我签字，你不更完了吗？我给你签字，有事你就叫他去找陈司令吧。哟，这不是楚班长吗？什么时候把您给推来了？你就是监狱长？是。人呢？张组长，你们来晚了，人都走了。梁东哥，你不要高兴太早了。今天的事儿我给你记着，咱们回去算账。真可怜。我办事不力，请毛先生处置。你也不用太自责了，还是我们的情报太晚了，以后加强情报的收集是很重要的。您说的对，我一定注意。谢谢毛先生理解，我十分感激。是，请毛先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陈怀远和共党接触。是，以后有情报我再向您报告。组长，组长，有情况。刚才我们派去监视绸缎庄的人回来汇报，说绸缎庄今天进去五个人，进去之后就一直没出来。您看会不会是？是开车去的还是走着去的？走着去的。组长，梁东哥如果不是共党，只是把他们送到市区，也是有可能的。组长，这足以说明绸缎庄肯定是共党的老窝。我们不能把陈怀远怎么样，可那些人，我们有什么可顾虑的？即使把他们抓起来，审不出陈怀远的把柄，也能除掉一块我们的心病啊！就是啊，组长，您就别再等了。等咱把他们给抓回来，我就不信他一个都审不出来。组长，抓人。是。是。等一等，全团只留一个小队，里边你亲自安排。留守的人必须经过你审查，要绝对可靠。镇上通知所有军官，必须参加抓捕活动，不得有误。组长，用不着这么多人吧？我派几个人把李曼娥控制起来就行了。你能肯定他是只老鼠，或者说你能肯定这里只有一只老鼠？通知守卫，从现在起，宪兵团只能出不能进。明白。去吧。是。是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窝点，
张组长，请你马上出兵。在哪儿啊？请你马上集合队伍，团部只留守一个小队，其他人必须参加抓捕。我问你在哪儿啊？所有有关阶的军官必须参加抓捕行动，不得留守。我他娘的问你在哪儿，你跟老子摆什么谱啊？放生街的云泥绸缎庄。吹吹吹吹吹他妈猴呢你呢啊，大家都知道你还在吹，吹个屁你。把运输队的给我找来，紧急集合，所有的车都给我开出来。是。那个楚团长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哼，知道就行。你忙什么呀？走路不看着点。对不起，我眼瞎。怎么了？慌里慌张的。这院子里边乱七八糟的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可不是嘛，楚太太，你赶紧回屋去吧，千万别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今天有大行动，全团的人都要出去，可能要死人的。什么大行动啊？这么严重？发现了共产党的窝点，要去抓人的。你知道在哪儿吗？你没听太清，好像在放生街什么什么庄。绸缎庄。对，就是那儿，你也知道啊。我怎么能知道啊？我不过是胡说罢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可是机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也没听见。你最好也别到处乱说，小心祸从口出，知道吗？我一个火头兵，我知道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听见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也没听见。我有烟吗，马丁？走。一秒，您不能出去。不，我去办点事，就在对面店里，我马上回来。好吧，那也行。上面有命令，只能进，不能出去。哎，这集合还得一会儿呢，出去买盒烟，马上就回来。长官，这是上级的命令，您就不要难为我们。刘连长，看见主命什么样？没有。这个香雪上哪儿去了？刘连长。到叶老爹的店去看一下，他肯定在那儿呢，把他赶紧叫回来。是。周连长，你不能出去。怎么不让出去啊？我出去执行任务。对不起，周连长，刚才陈长官来过了，他说没有张组长的命令，现在任何人都不能出去。哎，我就是张组长允许的呀。可是我们没有接到命令啊。要不你让陈长官来一趟吧。放屁。张组长让所有的军官都参加这次行动，楚香雪现在在叶老爹店里，耽误了军务，你担得起吗？让开，快！累了，不想拉。他妈一人说一样，都他妈是命。难为呀，别较真儿。不也开人逼是吗？丁连长。你怎么打人呢？打你！他连将能出去，我副连长就不能出去是吗？打你！哎，干什么呢你们？你们这么闹，不怕外人看见笑话呀？啊！对不起，楚太太，上边有命令，只准进不准出。上级？什么上级啊？哎，我怎么没有听你们楚团长说过呀？是张组长下的临时紧急命令。张组长，张组长他是你们的组长，不是我的组长。我告诉你们。我是做生意的，耽误了我赚钱，你们两个赔得起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有紧急行动，张组长命令全体军官都要参加，全团都集合了，赶走吧。什么情况？这么严重？正准备清剿共匪集合呢。不可能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在哪儿？就在放生街的云泥绸缎庄。是我哪敢拿来开玩笑啊！啊，那你先去吧，我马上就来。哎，你赶紧回来，走啊！我拿东西去啊！他妈就是走！行，陆叔，走，好吧，但是出了问题，跟我们没关系。快点，快点！
哎，怎么跟着你们怎么都出来了？出去买盒烟，马上就回来。哎，快一点啊，来晚了我不等你们。出去，快！把机枪给我抬出来，楚团长，机枪就不用了吧？全团都出动了，机枪不用了。那赶紧执行团长命令，能带的家伙事都带上。列队。啊！对不起，军爷，对不起，军爷，你是？对不起，军爷。啊，走了，来了。你要点什么？帮我拿盒茶叶，再拿盒珍珠粉。你知道那多少钱吗？那都是有钱人用的，想讨女人开心吧？我劝你买瓶桂花油。我送人，麻烦你帮我拿两盒包装好点的。稍等一下，走吧。快点，有急事儿。师傅，麻烦蹬快点，我从双倍的车进。什么急事儿啊？家里老爹病危，等着我的钱拿药呢。真是个大孝子啊，坐稳了。最近的电话局，要往家里打电话吗？是啊，我怕老爹等不到我回去，先打个电话，先拿了个药吃的，等我回去再给钱。家里能装电话的可不是一般人呐。哦，那是我东家的电话，我老婆是老妈子，能接电话的。东家离我家不远，难怪呢。先生不怕没生气，你看您的打扮跟我们也差不多。对了，先生做什么发财啊？麻烦再快点。好嘞。罗主任，咱们门口有几个特务，好像是在监视咱们。监视？这里是死胡同，他们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要不出去把他们干掉？胡闹！就算咱们被监视，那也不能轻举妄动啊！万一他们是跟着包青鸟来的呢？我们一行动，他们马上就抓包青鸟。那怎么办呀？等等，释放吧。好，停下来。不用找了，你去盯着那两个人，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。喂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江窗接到爆竹鸟的情报，我们这个绸缎庄被发现了，当时的车就在路上。怎么说没有时间了，同志们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还有时间。小马，你去告诉小鹿，该带的都带上，该烧的全烧掉。他们堵住了后门，咱们从前面冲出去。来，同志们，跟过来。主任，咱们被包围了，跟他们拼了吧！不行，小马，快带着同志们朝后面冲出去！好，赶紧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！快快快快，站住！快快快！把炮声街给我包围起来！是，快！把后门包围起来，快！你们也不让，快！快快快快！
围进去。一脸的，给我冲进去！机枪手准备，快！宪兵团赶到我们前面了，我们去参加抓捕吧。傻瓜，不能让宪兵团看到我们。里里外外的，给我送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去后院。快快快！你带着他们赶紧往人群里走。不行，人多的地方老百姓会说啥？没关系，我去把他们引开。你们赶紧走，不然来不及了。不行，赶紧走，主任。你要小心。快走！我追！报告处长，后面发现四具尸体，有俩是咱们的人，看看。大家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明天一早咱们的人来接他们去交通站落脚。好，今天可算是有惊无险，大家都累了，我已经安排他们早点休息了。小马同志还没有回来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？应该没事儿。我看到张弛他们回宪兵团的时候并没有抓到什么人的样子。志芳，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大对呀。怎么了？清剿绸缎庄张弛和楚立言为什么带那么多人去啊？是啊，难道说他们是为了防止报春鸟给我们送信？对了，我今天在宪兵团门口的时候看到他们集合，而且门口好像还戒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们有几个军官模样的人要出来，还跟哨兵打起来了。你还看到什么人了？我还看到那个楚太太啊，她好像也被拦住了，最后是跟着那几个军官一起出来的。难道她是报春鸟？你是说楚太太？